今天是2月1号，中国的新年。今天一大早呢，就坐上这种 long tail 的这个 boat，去了一个叫 Kolchuk 的一个地方去潜泳，浮泳、浮潜，就是看水下面的鱼。因为没有 GoPro 了，所以不能到水下去拍摄，只能在上面看一看。其实，在底下非常多的鱼，这个最底下一层是大鱼，都是头朝一个方向，然后，越往上鱼就越小。还有一种最小的鱼，数量众多，行动一致，太阳一照，反光非常强。第二个目的地是 Emerald Cay，是一个翡翠洞，这个洞是从外海通到里面去的，所以要游进去，大家都要游进去。洞很长，上面是很黑暗的，但是下面那个因为这个水光线从水里面透过来，那个翠绿啊，那个漂亮，那个 glow up，那个非常的美。再加上跟上面的黑暗对比，所以就更显得底下这个翠绿明亮，哇，非常漂亮。第三站叫一个叫 Koh Van 的一个岛，也是去看那个水，也是潜，也是浮潜，看那个水下的鱼和这个水下的珊瑚。因为拍不到，所以就不再多说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的是最后一站，叫 Koh Ngai 哦。这里的景色也是出奇的美，要我来评的话，可能那个，上次去的那个叫 Covfefe 的那个 Maya Bay 比这个可能更精致一些，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漂亮。下面我们还是从高空来看看这个岛的美吧。